15th of July 2017. Today is Saturday. Now this approximately 2-year-old male radio slider came in with this prolapsed penis, and as you can see, it's been bitten by the other three. You still tend to about 5 days. 5 days. Five days ago. So now let's see. So the solution is to amputate. 它还会吃吗? 不会吃, 它咬了这几天没有胃口吃。 Not eating. 因为大概是吃了之后它被咬, 所以大概就连今天是今天第六天, 白夜那时它就不会吃。 会小便吗? 会urinate吗? 这个就没法知道。 应该是没有了, 可能皮炎。 因为水里面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嘛，所以应该是。所以我们已经吃了那些东西，那个水，他会吃吗？几天没有吃？拜一到现在哦，今天啊，因为他完全没有，你拿东西给他，他没有兴趣吃。几天了？今天第六天了，第六天不知道，五六天才会吃。Not eating for 6 days. See the weight first, can't you kill it? grams, 119 grams, and the length would be about 7 centimeters. Let me see, the length would be about 9 centimeters. Nice side. Do you have a torch? I'll take you a torch. No torch. Okay. 那么这个要割掉吗？我要割掉了。不过因为它那么久了，有时候会死啊。有时候割了也会死。因为它太久了。不过没办法了，因为你。就是说不知道割了会怎么样。不过如果不死就好了咯。我要给他。他如果整个手术到完，大概他的费用要多少？差不多200多这样吧。200多了。还是给他睡觉，我guess啊。嗯。给他睡觉了啊。那明天拿回去了，如果没问题，明天就OK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就是两三天后就去了。 就拿回去之后才知道他会不会有没有办法survive啦。如果他不大概多久他才会想要吃呢？他现在是不会吃，我相信手术后他也应该不会发炎了。有时候 infection 的那个 infection 啊，因为你不给他割也不可以。他这样拖也是，我相信这样他也是没有办法拖太久。对，就是快。给他一个机会试试看吧，没办法。很bleeding，还有流血。 因为他给他咬，他咬了这边这一只咬，哇！三只咬他是吗？应该其中一只，我看他咬的时候是有一只在咬他，倒不是看到其他。Stay together, three other radio sliders. 他有一只在咬他，因为还好我是看到了，赶快抓起来。Okay, can switch off.